All the time that you ran my parade, all the clubs you getting using my name. 找节奏啊，五场。但是通畅的同时，声线还不能粗。你如果很通很通的感觉，声线就会变粗。它这个是矛盾的，非常矛盾的。我觉得有些你的用词我都不懂什么意思。我说哪个词你不懂？很多时候你说的就过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哪个词你就说刚刚吧，哪个词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啊，我刚说你就忘记了。那个通道怎么样？你都听了那么久了，你还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问我啊？啊，因为很难不知道理，很难理解。那我再试一试。彻底把我，彻底把我囚禁在你的呼吸。对，这样的状态是比刚刚要好。